第六题，线圈中央插入一铁棒，连接电路如附图所示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这是一个通电的螺线管，根据我们的安培右手定则，我们螺线管的时候，弯曲的四指代表电流方向，大拇指所指的方向就是 N 极的方向。我们这个电流在我们的螺线这个中间的铁棒上，是由后面往前面绕下来的电流，电流从正极流到负极，所以我们比的是像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大拇指以这边是 N 极，另外一边是 S 极，所以我们就晓得下列叙述何者正确。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甲端是 S 极，乙端为 N 极。